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我是王雨田。我们知道啊，在中美之间，日本现在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跟随美国跟中国要开始死磕了。随着日本做出了决定，那么日本的媒体呢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个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去年底的时候，日本媒体就说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超过美国。然后最近呢，日本呢又搞了一个兵棋推演，他们媒体报道说呢，说中国将在台海之战中失败，然后美国和日本呢将会胜利。那关于这个结论，究竟是他的这个推演比较靠谱呢，还是说他的媒体是在意淫呢？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日本这个推演靠不靠谱。日本这个推演呢是日本的一个智库叫替川和平财团他来搞的。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就在一月份这个替川和平财团搞了一个兵棋推演，这个结论呢很有意思，他在给自己在找一个理由啊，日本怎么能会参战呢？他的逻辑是这样子的，说台海发生战争之后，美国肯定要军事干涉，而美国的这一些飞机战舰是从日本机场起飞的，日本港口出发的，所以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对美军驻在日本的机场港口进行了打击，还打击了日本自卫队的机场。有时候因为什么呢，美军也会从日本自卫队的机场港口起飞起航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就参战了，其实就是找打。这个推演结果啊，他没说这个过程，结论说出来了，解放军损失惨重啊，损失有多大呢？伤亡40000人，舰艇损失152艘，飞机是200多架，当然这个损失就比较大了。关键损失这么大呢还没打赢，说打败了。打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说美日他们的空中力量掌握了台海的制空权，在这种情况之下，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就会被掐断。如果真的像他说的那个样子，因为解放军如果要登岛作战，这种后勤补给啊，在整个战役当中的地位啊，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真的被他掐断了，那没有后援了，这个战争确实会面临着失败的危险。但是是不是就像他讲的那么简单呢？恐怕他想的也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至少说啊，咱们说我们未来渡海登陆作战，台湾海峡肯定是一个重点方向，当然也会在其他方向。如果说其他方向风险面临的更大的话，我们认为啊，在台湾海峡我们是有绝对制空权的，我们的地空导弹都能够打到台湾岛的上空，没问题的。俄罗斯的 S-400 打到台湾上空没问题，我们的空空导弹可以打20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其他兵力配合，掌握台湾海峡的制空权是没问题的。掌握了台湾海峡的制空权，那么从台湾海峡渡海进行补给，这个就相当大的把握。可能有很多人要问了，那美国和日本可以用飞机发射远程的空间导弹，像美国拉什姆导弹可以打900多公里，确实有这个能力。别忘了我们也可以进行拦截，夺取了台湾海峡的制空权，甚至台湾岛上局部制空权，我们完全可以用岸基的像歼20、歼14C 啊等等飞机，以及我们的歼15舰载机可以进行拦截，对不对？我们一点拦截能力没有吗？不可能吧。在战争当中，如果打到那个程度了，日本都说了日本已经参战了，我们已经打日本的这些机场港口了，对不起，真打到这个程度，我们还不把日本在一岛链甚至日本四岛的这些机场给打烂了，港口给打烂了，到那个时候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你的飞机从哪起飞啊？躲到二岛链我们都有可能打你，当然我们大陆的机场也会受到它的打击，但毕竟大陆地幅广阔，你不可能把我中国大陆上所有的机场都打烂了，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说你完全夺取在台海的制空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要知道美国要参战要干涉，你肯定要派航母编队吧，一个航母上面至少是4000人或者是6000人，2艘不够，得3艘、4艘、5艘，来一艘比打掉一艘，打成一两艘那是很正常的。还有你的其他的水平舰艇，美国承受得了这样的损失吗？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日本这个推演很有意思啊，说我日本啊可能损失几百人和上千人的平民，
你开什么玩笑？你纯粹是宽慰自己。仗打到那个程度，我损失那么多人，我就消灭了这一点。说老实话，仗打到那个程度，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对有决心把你日本舰队给消灭了，把日本的航空自卫队给歼灭了。没有这个决心，我还能打这个仗？这次是不是打到那个程度，要看日本的表现，不代表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啊，这个推演啊，哎，也就是说啊，日本啊，说的不好听，就是自卫而已，我们不必当真。那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想的挺美，但是呢，想做到恐怕啊，真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日本的这个推演啊，无非也就是给自己打打气而已。好，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